上回军纪教育单元剧讲的是合理管教的重要性，而今天原班人马再次回归，延续剧情，提醒各位官兵同仁反毒的正确认知。毒品 narcotics 或称为 drugs， 对个人、家庭、社会与国家的危害众所皆知。任何人只要碰过一次，将会终身受到毒品的宰制，也难逃失败人生的命运。确实如此。另外，为贯彻反毒决心，各单位除要持续落实既有的验尿机制外 ，urine test， 还可以申请弃毒犬 drug detection dog 到营区协助实施安全检查，借以杜绝少数官兵的侥幸心态。All right， 我们就来看看剧中同仁面对各种诱惑，究竟会不会坚决对毒品说不呢？请一起收看，麻烦 check it out。班长，班长跑步吗？对。那我可以跟你一起跑吗？好啊。你看，你看。可是我最少跑5000哦。哦，5000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平常都有在练 ，OK 的。确定？确定。直接来。直接来。Go。难怪那个廖凯翔会红成这样，休息时间还主动陪班长跑步，真是个马屁精。他会红。不只是陪班长吧，我看他根本就是个爱告状的人。爱告状？你是说我们在乱讲疯狗体胖半吨的事？你想想，当时在库房里偷打电动的时候，廖凯翔也有份。结果他为了帮班长洗刷冤屈，居然牺牲自己跑去自首。你仔细想想，疯狗不会处处罩着他吗？有道理。总之，我这个人有仇必报，尤其是出卖我的人。阿宝，事情都过一阵子了，而且疯狗也没有在追究我们乱讲话的事。你现在还找廖凯翔麻烦，不怕把事情搞复杂吗？谁说我要找他麻烦？我是要跟他真心交朋友，把他变成自己人。自己人？放假出营区的时候，你负责把廖凯翔约出来，我带他去拔火罐。爽完之后，轻飘飘，云呼呼，大家都同一条船上的，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告密。孙家宝，事发至今，班长三番两次的找你，想要敞开心胸的好好聊一聊，可是你始终都是这种爱理不理的态度，这样好吗？包括班长，你想问什么你就直接问，我每次都有回答。我看你主动在请我，时常恍神发呆，这样很危险，知不知道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报告班长，我讲过了，在部队里不能爽快地打电动，所以放假我就卯起来熬夜，不睡觉拼命打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你同样的问题我已经说了很多遍，讲了你又不接受，然后又说我爱搭不理。孙家宝，我们有缘在同一个单位共事，我是真的诚心诚意希望能跟你好好的相处。像廖凯翔一样跟你这么好吗？
不可能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。我认为长官就是长官，兵就是兵，我们之间就是长官部署。你不可以逼着我一定要跟你打成一片，我一点都不想。报告班长，还有其他事吗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喝杯水。谢谢士官杜老长。孙家宝真的想跟你说话，堵得我一句话都说不上来。请问士官杜老长有什么好的建议？部队其实是社会的缩影，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、不同成长背景跟个性。我建议你先别勉强孙家宝，给他一点时间，他终究会感受到你的善意。好，我听您的，我会秉持爱心、耐心，持续的关怀他。我倒是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，请说。按照你的说法，显然孙家宝对廖凯翔有很深的敌意。廖凯翔是个善良、勇于认错的孩子，但是像孙家宝跟张品豪那样的人，就会用不成熟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，甚至会责备他是告密的人。我们要持续关怀，如果有排挤的情况，要及时介入协助。士官督导长，请放心。廖凯翔好得很，之前不是还跟我一起跑步？哎，不对，怎么了？这个廖凯翔好多天没有主动找我聊天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去关心关心他。还有，孙家宝的精神状况要持续盯紧，如果没有改善，我们要及时向上反映。我知道，谢士官督老长。凯翔，凯翔，哎，班长好。哎，班长怎么了吗？啊，我突然想到，你好久没有来找我聊天了。我问你啊，那个孙家宝跟张品豪之后有没有借故为难你？哎，报告没有。确定没有？也要说。嗯，怎么样？到底有没有？我是在想哦。这个约我去拔火罐，算不算是欺负啊？拔火罐，哈哈，我就知道班长也不知道什么是拔火罐哦。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把话说清楚。就那天啊，放假的时候啊，孙家宝跟张品豪在营区外等我。哎，凯翔，快快快！哎，先生，快！哎，先生。真香啊！哎，你们要干嘛？我要去赶火车呢。廖凯翔，你爽到了！孙家宝要带你去拔火罐。拔火罐？哦，不用啦，我身体好得很，不需要看中医啦。看什么中医啦？要看你自己去看。嗯？拔火罐，拔完之后轻飘飘的，爽得不得了。轻飘飘，爽得不得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要带我去那种按摩护肤店哦！哎呦，别闹了啦，我妈会打断我的腿啦！拔火罐比那些护肤按摩店更爽，更爽！哎呦，到底什么是拔火罐啊？拔火罐，我找一群妹妹陪你拔火罐。哎呦，还有新王宝？哎，不是啊。哈哈。这下班长终于知道拔火罐的厉害了哦。廖凯翔，讲了半天你等于没有说嘛。我没说吗？那个孙家宝可是说得清清楚楚啊。他到底在你耳边说了什么？拔火罐啊，就是吸大麻烟。啊？拔火罐啊，是孙家宝怕被人发现取的一个暗号。那你到底有没有去？哎呀，班长啊，这个连长、辅导长三令五申提醒毒品的危害，我才没那么笨呢。当时啊，我拔腿就跑了。哎哎，班长，你要去哪？我去找孙家宝跟张品豪。孙家宝、张品豪这太糊涂了。他们怎么说？
不但矢口否认，还怎么样？班长，你说的是吸大麻烟呢，你没有证据怎么可以乱说？你们好啊，要证据嘛？要证据不难，带你们去验尿就知道啦。单位里上上下下弟兄这么多，凭什么就我们两个去验？为什么不是其他人？对啊，班长，如果验出来我们没有呢？这个没有那么难，依据国军特定人员滥用药物尿液筛检作业规定，我们只要先完成使用毒品嫌疑行为表征调查表的审认，就可以立即实施筛检了。那我立刻去执行，确保程序完备。花长，是，这件事情姿势体大，我们还不确定孙家宝有没有跟其他人一起抽，所以让我想想看有没有更周全更彻底的做法。好，孙家宝，我们近期观察到你精神状况不佳，而张品豪跟你互动关系密切，连上已经依程序完成你们二人的私用毒品嫌疑行为表征调查表审认，现在请你们配合尿液筛检。副团长，我有话要说。你说。我主动承认，这两周来孙家宝一直怂恿我说他弄得到大麻烟，每次放假他就一直邀我去他家拔火罐，就是吸大麻烟。张平，你闭嘴，再不说我就要倒霉了啦。副团长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每次都找理由推脱，一次也没去过也没吸过，所以我可以接受尿液的检查。张平好。孙家宝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走，验尿。你们两个都去，我跟士官督老长会陪着你们的。副老长，我承认，我吸食大麻烟两个礼拜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副老长，你平常最关心我的，能帮我求求情吗？求你了。孙家宝，你最要顾的就是怂恿张品豪还有廖凯翔跟你一起承认。平时干部们苦口婆心的宣导毒品危害时，你有想过有今天吗？依国军官兵涉毒惩罚基准表，你除了接受大过两次的惩处，并检讨不是服志愿士兵外，还得依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法办，并重惩太处。事到如今，我爱莫能助。医务室，如果待会呈现阳性反应，依规定记得将尿液检体放置除尿瓶中，完全封签后即按捺指印，由我来监督。好，是。士官督导长，班长，麻烦了。有。自己带的连队啊，出了涉毒的事情，心里真的不是滋味。有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连长您请说。关于各种毒品对身体的危害，我们这么持续频繁的宣导，指挥部也办过反毒讲座，为什么这种情形还会出现？这么说好了，有些吸毒犯会用大麻的成瘾症，没有像海洛因这类毒品那么严重来安慰自己。林长，你想想那些监狱里再犯率的毒贩们吧，那些受毒品荼毒的人往往是药物越用越重，没有钱买的时候就去偷去抢，甚至呢是贩卖毒品牟利，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当中。年轻的士兵们欠缺有关毒品的危害知识，我常常去教导他们，吸毒会使膀胱反复发炎、纤维化，甚至会频尿、漏尿、夜尿等症状。偏偏就是有人不信邪。为了确保我们部队的纯净，我想不动声色，在这个周末休假前向指挥部
申请缉毒权，到庭上展示我的茶器，这样不但有吓阻作用，更能向官兵们宣示我反毒的决心。嗯，我举双手赞成。哦，对了，另外我们该完成的程序都已经完备了，我待会马上请士官督导长陪同医务室，将他们的检体监管记录表还有纯药品，依驻地所在下属送至三军总医院。辛苦你们了。不会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检察官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没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待会我和法制官去向指挥官报告，配合在休假前申请缉毒犬到你们连上进行嗅闻查缉，看看有无异常。好，谢谢监察官。为了防止毒品进入营区，连上每个月除了依规定勾选30%以上人员实施尿液筛检，连长还特别向指挥部申请了缉毒犬到连上来嗅闻查缉，确保连上纯净和乐的环境。各位官兵大家好，国军配合政府政策指导，已经在北、中、南、东部等地区成立缉毒犬分组，让受过专业培训的犬只到各个部队进行嗅闻查缉的工作。另一国军军风纪律改革专案要求，所有官兵每4个月至少都要进行一次尿液筛检。简单来说，身为国军就是要贯彻反毒的决心，没有任何侥幸的空间，只要涉毒必遭查获并予以重惩太除，听到了吗？听到。尿筛呈阳性反应的孙家宝，他办公桌在那边。是。那，嘿 boy， 来 here， ready， good job， 来 here， ready， 连长不用担心，如果有任何发现，缉毒犬会坐下来不动。这孙家宝的内务柜。Nice boy. Good job. 孙家宝的床位在那边。是。Take it. 包亮，没问题。辛苦你了，谢谢。此次任务结束，未查获任何毒品。好了，这下你可以松一口气了。谢谢监察官，谢谢。连长好。看你一下，我忙进忙出的。我正在招兵买马，想说帮弟兄们成立一个轻音乐的社团。让弟兄喜欢乐器。很好啊。对啊，有鉴于新鲜毒品来源多元，取得容易，我们除了掌握媒体报道的新鲜毒品太阳外，经常性的教育我们官兵们有关毒品危害的知识，谨慎的营外交友，还要鼓励弟兄们多多参加我们部队举办的社团活动，培养一些正当的休闲兴趣。很好，到时候社团成立的时候要送我一个哦。哎，连长以前可是参加过炮乐队的。好，我迫不及待的想看连长的音色呢。一定一定。
嗨，各位亲爱的国军官兵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晨曦。国军官兵来自于社会八方，面对环境的瞬息万变，新兴毒品不断的推陈出新，像是在 KTV、夜店、酒吧等夜间娱乐场所，往往都是毒品交易的温床。全军官兵必须要了解拒毒是首要的任务，还要认识毒品，知道毒品所带来的危害。唯有交友正常，生活单纯，然后培养一些正当的休闲兴趣，就可以远离毒品的危害。我是宋晨曦，和我一起来剧毒，我们下次见。盛颖，你刚刚在虎杖笙歌有看到给自己的留言吗？没有耶，我以为会有，学长有收到吗？我也没有，所以我才问你啊。还是学长下次留言给我，陆军黑蝴蝶。好啊 ，Where can we leave notes？ 这个简单，我知道。大家有兴趣留言的话，可以投稿到以下的 email address。That sounds good。好，今天节目进行到这，我们下周见喽。Bye everyone。See you next week。